土城警分局于17日同步拘提竹联帮人堂名人会干部陆某及其帮众九人，共十嫌到案。感谢侯友宜市长赶来新北闹事，一个都不会放过的决心。土城警分局指出，竹联帮人堂名人会干部杜姓主嫌伙同多名小弟，于今年3月起多次实施暴力手段，涉嫌伤害、毁损、妨害自由、暴力讨债等犯罪行为。土城警分局表示，本案查扣多把西瓜刀及球棒、行动电话、毒品、咖啡包及 K 他命等相关证物。全案讯后，依组织犯罪、妨害自由、伤害、毁损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记者蔡秀慧新北报道。